锐际福特全新 SUV 昨天价格一出呢，有戏，太狠了。要想练就绝世武功，就要忍受常人难忍受的痛。外观好不好看另说，但确实要比之前福特的 SUV 都要更加年轻，乍一看还有点像卡宴，有没有？尤其是这个大灯啊，看起来非常的犀利。你瞅啥、一坐到这个锐际的车内呢，我一眼就被这个旋钮式的挡把所吸引住了。怎么我最近拍摄的车都非常注重主副驾驶之间的交流呢？福特也开始用这种悬浮式的大屏了，我的青春结束了。锐际的售价呢是18.98万到21.88万，重点推荐这台中配的车型，虽然要比最低配贵了10000多，但是呢要多出了 LED 大灯、全液晶仪表盘、电动和感应的后备箱，还有一系列的主动安全配置。这个一万多我觉得花的还是非常划算的。全系 2.0T 四缸加 8AT 加四驱，百公里加速7.5秒。还有谁？如果后期再优惠个20000块钱左右的话，大概率爆款。毕竟20万左右带四驱的，要不搭的是 1.5T 的发动机，要么搭的是2.0升的发动机， 2.0T 加 8AT 仅此一家。不过这款车要想卖得多好，还得看你们的脸色。都说好饭不怕晚，不知道你们还饿不饿呢？那七哥，我想看更多新车怎么办呢？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新车。